在我们昨天也特别提醒，中美新一轮的大战又要开打，美国列了33家未经核实的黑名单。什么叫未经核实黑名单？意思就是说我找不到你杀人的证据，但是我说你是杀人犯就是杀人犯。所以美国列了33家的未经核实名单，这里头呢，针对面板业，美国现在大刀挥向中国面板业啊，老师。好，所以大家看了说，哎，过去这段时间呢，据统计呢，一共175家公司已经被美国列为黑名单。大家想说啊，就做最多这几家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呢？真的有哈，最主要就是这一次呢，其中这个面板这一家公司叫惠科，惠科哎，它非常有指标性，因为在过去大家看到可能就是 AI 啊、监视器方面的部分，可是这一次呢，有这一家面板公司入列了，大家觉得很奇怪啊，你为什么要把惠科给抓进来哈？来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数据哦。第一个，我们看到全世界的面板的市占率，好，真的是中国的部分越来越高啊。到底有多高呢？我们来看近三年监视器面板供应商的市占变化。你就会发现，京东方撸减撸贼，到2021年已经是高居全世界第一名，高达33%。而这一次被列入未经核实黑名单的惠科，其实有奇葩的市占率。你不要小看惠科哦，我们来看面板厂的扩产计划里头，惠科是成长最多的。惠科在8.6代线，从原本的月产量52万片，暴增来到65.3万片。我们再来看2022年三星 VD 电视面板采购比重的预估呢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，华星光电还是采购比重最高的20%，惠科就高达第二19%。所以惠科是一家重量级公司，这一次被列入未经核实黑名单，代表美国大刀砍向中国面板。好，大家一直想说，为什么？哎，前面京东方更大，华星光电更大，你不砍，你砍第三的惠科。惠科。好，那大家可以从刚刚的这个图表里面可以看到，三星的部分它市占率快速的减少，为什么？因为三星它已经要退出 LCD， 因为它要做更高价的部分。好，那所以呢，这个三星的这个它的产能释出之后，谁可以接手？所以大家可以特别看到，惠科成长的速度是最快的，包括刚刚关系到，好，大家可以看到。它在这个扩产的部分，它是右上角哈，画面上右上角的最下面那一行，你可以看到惠科，我们刚刚看过了，它从原本的52跳增来到65.3，是，所以呢，对中国来说，对美国来说呢，哎，我会怕你增加的速度这么快，哎，那是不是未来这市场上会有什么动作？那正好又被他抓到了一个小辫子，就是你这个惠科从美国要进口一些原物料，可是你没有交代清楚，你到底跟谁进的，你进了哪些东西没有讲清楚，所以这次就被抓到。所以你看到这一次他虽然没有讲清楚，但是你也没有抓到他真正犯罪的证据啊，欸，就是阿官说的嘛，我说你有问题就是有问题嘛，所以就先我怀疑你有问题，你就是有问题了，对，就是这样子嘛，哈，所以因为惠科成长的太快了，又被美国抓到小辫子，所以这一次惠科就成了这个标的了，哈。那我们先看到惠科这家公司，我们看说以中国来说，它只排第三而已啊，那为什么大家会这么紧张了，哈？大家特别注意到，惠科其实在中国一共有8个厂，但是这一次被抓到有问题的是在安徽滁州的这一个厂，而且这个厂是惠科最大的一个哦，它光这个厂占它总产能30%。哇，你看到这30%的产能一被你打到，那真的问题就很大了。再来就是我们刚看的统计表，都是全部总 total 的这个产值。可是如果你只看大尺寸的面板，因为你看到惠科它的主力就在50寸以上的大尺寸面板，这个部分它的其实市占率其实是更高的。好，所以这一次制裁的话，大家第一个想到说，你这一次的美国制裁你，显然就是以后美国厂商要跟你做生意，那不是说完全不行，可是难度会增高。可是我们知道面板产业有一个最特，这要申请，哎，申请他怎么会给他合作？对，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。我们在过去刚刚讲到嘛，现在中国已经有170几家厂商都被美国列入黑名单。为什么大家会这次会特别关心？因为之前看到这些厂商，其实他要做任何移转都很简单。可是面板产业不一样，面板产业最上有一个东西叫做玻璃基板啊，谁是龙头？美国的康宁啊，如果今天美国康宁不能供货给你，啊，你就出来啊，你就根本就不要玩了嘛，因为光一个康宁全世界市占率60%以上，你不跟康宁买好，剩下只剩下日本的3家电气消纸、蓄消纸、板消纸，问你这3家产量都他们以供应日本自己厂商为主，所以现在康宁就是一个很大关键。但是呢，
康宁其实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厂，包含这个滁州所在地其实都有康宁的厂，所以康宁接下来动作到底会怎么样，这就是大家所观察的。那当然今天我们看到台股有一个很大的反应，就是说啊，可能是有转单效应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要再观察一下。真的吗？把人西北不是我们的快乐吗？既然美国砍向中国面板厂，那我们台湾面板厂应该会受惠啊。理论上是这个样子嘛，可是我们刚刚说因为这个康宁在中国当地有厂，如果我从康在中国厂出货给惠州，就没有违反美国的规定哦。如果你今天是从美国，我要商品到出口到中国去，那现在你被列为黑名单，你就不行了。可是康宁是在当地有厂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他至少还可以再撑一段时间。这次美国大刀砍向中国面板厂，台湾的面板股在今天，特别是友达外资买超第一名，哎，老师，所以介绍在跟北当北。来，其实我们来看哈，刚刚蔡总已经讲过友达，我们对比群创，哎，你会发现几乎是一模一样的，什么情况？刚蔡总是提醒我们，虽然今天外资大买，哎，群创今天也是外资大买，可是你看到过去财经也是大买，哎，都是在卖，有没有看到过去都是在卖？所以刚蔡总讲到很关键的，外资有没有连续买？哎，这就是一个很大问题。但是你看哦，今天友达只买第一天，这个群创也只买第一天，可是财经金融商啥刚了？那你看人家彩星咚咚咚咚上去了，好，所以刚蔡总讲到第二个关键，我们看到技术线型，来，你看看刚蔡总说了，还没有过前高的这个压力线，但是这个是不是也是一样？可是彩金很明显不一样了，突破了过前高，所以你反而觉得彩金是比较好的。对，我会觉得好，从筹码面来看到，你看到彩金外资连续买了哦，而且你看哦，外资今天也是23000多张的大量，而且连续买。再来就技术线型上，它已经突破了前波的压力，所以我们说就三档面板股的话，那卖面板股的话，彩晶相对有机会。好，老师比较喜欢彩晶，但青菜萝卜各有所好，有人爱面板的友达，有人爱面板的彩晶。但不管是面板的友达还是彩晶，他们都是价值股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去年都创造了近几年来最漂亮的 EPS， 而让他们的本益比低到大概只有3到5倍。到底此时此刻能不能买面板股？请举牌。认为可以买面板的，请举圈，请举牌。1、2、3、4，四票圈，一票差，中联给差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面板它之前跌的理由就是中国这边要扩产嘛。那其实三星跟LG他们的面板厂在今年要停产没有错，那短期上有一些对面板的利多没有错，但是中国今年要开出来的产能是。三星现在被修理了、啊。没有，他们今天开出来产是三星跟那个 LG 他们要停产的3倍，所以这个后面的产能是非常大。所以如果说以这部分的话，其实他们今年的报价基本上我认为不太会涨。哦，你认为报价还没有动之前，先不要轻举妄动、嗯、哈。